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善知识，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八卷，这里是说实习因。实习因就是众生有十种这个习性而造成的严重的罪恶的这个因心，由此啊会感受到地狱等苦报。那么实习前面讲了三种，现在讲第四啊，珍惜啊，试着珍惜交冲，法以相无，无皆不息，心热发火，助气为精。如是故有刀山、铁节、剑兽、剑轮、斧钺、枪锯。如人闲烟，杀气回动，二习相继，故有弓戈、斩桌、锉、刺、锤、击，就是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甚莫称慧名利刀剑，菩萨见称如彼诸路。这是第四。嗔恨心，这个嗔恨心严重所造的罪业，也是会到地狱里面去受苦的。珍惜交冲，冲啊是冲击啊，这个嗔恨心动起来，毕竟是由对方有人来激动他，使他升起嗔恨心啊，就是两边呢、互相冲击。这个发起这个嗔心的原因是彼此相违逆，无啊就是违逆，相违逆啊，你违逆我，我违逆于你，这个两方就会发起这个严重的冲突，所以因出这个嗔恨心，无皆不息啊，由违逆而结恨啊。这个严重情况没有停止，也不息，那么由此内心发出这个火光，心热化火，所以人动嗔恨心呢，就说我光火了，光火就是这个内心呢，这个火在动，这个心在发热，在发火，助气为精，人身五脏里面的肺，它是属于精的。有心火烧到这个肺脏，那么集出这个金的，五金的，种种的，这果报的，这个情况。所以如是故有刀山等，如是就是因为这个嗔恨心，嗔恨心好像一把刀，所以果报在地狱里面，有刀山，还有铁节这个字啊，如果有这个圆印法师的讲义里面啊，他引证这个节字的解释说，郑脉云节即棍也，他这个解释啊是把郑脉的原来的那个节字不是节字而把它改掉了，很奇怪的，正脉的这个铁节的这个节字啊，不是节，是这个字，木字旁啊，一个困难的困，正脉是铁困，是这个字，不是节字。而现在啊，现在这个讲义啊，
他又适应现在的流通本，他就把这个棍子改成绝字，帮人家改字这个不对的，因为他原本不是这个字。所有的楞严经，无论是注疏，我翻过的，我看过的，没有一本像正脉用这个棍子啊。这个用这个棍子呢，只有两本，一个是正脉，一个是执掌。我想执掌是顺着正脉的原文来，好像正脉看的经文跟住执掌的人看的经文好像是相同啊。他们都是用这个棍子，而他的解释就是正脉说，棍则这个棍，棍则棍也，用这个字解释，用这个字解释，棍则棍也，这是棍棒，这个字是棍棒，他用这个字去解释解释这个字，啊，这是正脉的原文啊。现在讲义里面，他把这个贴结啊，那个结，他是顺着现在流通的经本，把那个棍字改成绝字，这是讲义把它改字，原文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应当啊，现在所有的流通本的经文都是贴结啊，而这个大正藏的这个经文也是结啊，高丽藏也是结。那么大正藏是根据高丽藏来的。那么这个贴结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一句话叫做续驴结啊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。大陆北方啊，普通人家有养这个驴子，驴子像马的，比马矮小的那一种动物啊，可以帮人做搬运的工作啊，力量蛮不错，它可以搬运东西。而在蒙古啊，沙漠的地方，它还可以帮助人家运水呢。这个续驴结啊，就是用一个木头，大概有好几十长啊，尖端往地下把它打进去。打进去打得很深了、啊、然后这个续驴子的绳子啊系在这个地方，那么驴子就跑不掉了，所以叫做续驴结啊。禅宗也有这一句话啊，它是拿来做禅机用的啊。那么这个贴结啊，是地狱里面有这个贴结地狱，贴结地狱啊，它是满山都是用贴起钉成的这个地下的结子。这个橛子啊，就是大概有地面上两尺高，地面上两尺高的这种东西啊，叫犯罪的人呢、啊，让这个铁结的地方去站、去跳、去走，让他吃这个苦头，因为这个铁结上面是很小啊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去来往，那是很辛苦的，有这种铁结地狱啊。或者是用这个铁结去系绳子来伤害这个罪人，所以叫做铁结，这就是在地狱的果报里面的事实啊。见兽，大家都知道地狱里面有招山地狱、见兽地狱了啊。那么他们兽目啊，不是兽叶子，而是满兽上的这个箭啊，跟箭一样的那个很利的东西，让罪人爬上去啊，去受他割伤啊。箭轮是一种圆形的轮子的圈圈啊，是刀，从那个地方钻过去都会受伤啊，所以叫做箭轮，是圆形。斧、钺是两样东西啊，这里面有标点，应当是斧、钺是两个啊，下面的枪、锯也是两个啊，都是两样东西。斧啊，是斧头砍的啊，人家砍柴的那个斧头啊。钺是应当是大斧头，大的斧头叫做钺。注解上写很奇怪啊，他说这个用金去镶的叫做钺，普通一般人家的大斧头哪里有那么多金去镶啊，他这个是用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兵器啊，皇宫里面的侍卫兵手拿的兵器那一种钺，那是有金镶的，皇宫里面的是有，
外边普通一般是没有，所以这个月字啊，一般注解把它注成说是用金去镶的叫做月。那么这是他看到皇宫里面的武士所提的那一种的大斧头啊，有镶金叫做月。而实际上呢，在这个字典里面呢，你去查字典里面这个月字啊，它的解释是说大斧也，大的斧头叫做月，这是通途的，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的。大的斧头叫做月，小斧头叫做斧，应当是这样子。做木匠的，他平常是这个斧头可以当做铁锤用，背面可以当做铁锤用的那种的小斧头啊，叫做斧。人家劈柴的，大只斧头劈柴的那个叫做月，这是一般普通一般民众用的这个工具啊，是拿来做这个各种用途的这个工具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古代的部队里面兵士用的武器也有这两种，小斧、大斧，大斧就是月啊。那么这些东西，一方面人间的监狱里面有用这些苦具，一方面是地狱里面也有这些苦具啊。枪是那个长枪啊，各位知道三国时代的张飞拿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叫丈八蛇矛啊。他拿的一丈八尺长这么长的这个枪，标枪啊，他这个枪很圆就可以把它刺进去啊，所以这个张飞的丈八蛇矛那就是枪，不是现在的胖胖的那个枪啊，那个这个掌心雷的那一种枪，不是这种东西啊。那么古代还没有这个东西啊，现代的枪啊，最早是清朝开始才有啊。那么清朝之前，可以说明朝以前的古代没有现代的这个科学的枪啊，所以古代的古书里面写的枪啊，都是这个丈八蛇矛啊，就像这个赵云也是拿这种武器啊，那么张飞专用这种武器啊。锯是锯子，人家锯柴的那种锯子，地狱里面也有这个锯的锯，地狱把人呢对半把它锯开啊，这都是一方面人间有这些苦具，一方面地狱里面有这些苦具啊。如人闲烟，杀气飞动。如果一个人彼此两个人当中发生这个烟仇啊，烟恨啊，这个烟仇也很重的时候，一见面呢就想杀他，杀气就飞动起来啊。杀气飞动就是内心的那个杀心啊，要杀害的心就飞动起来啊。那么因此啊，这种的情况就会引发各种的苦剧出来。二习相继，就是过去生的嗔恨习跟现在生的嗔恨习，两个习气互相激动，所以加重他这个发动嗔恨心的情况。那么因此在地狱里面会有下面的各种的这个苦剧，故有宫歌、斩桌、策、词、锤、击，就是这些苦剧啊。一方面人间古代的监狱也有，一方面地狱里面会有这些苦剧，所以你看这个地狱图里面也有画这类苦剧。所谓宫歌啊，就是延续这个事啊，就把这个男性的这个生殖器把它演掉割掉，那个叫做宫歌啊。斩跟桌就是斩头啊，头斩掉是用桌，从脖子把它捉下去把头斩掉啊。错就是用一种这个错刀啊，在人身上把它错啊，错得让他痛苦不堪啊。这种的苦剧啊，
古代的监狱也是有的，刺就是用尖刀去刺他的身体啊，锤是用像铁锤之类啊去锤打，击就是攻击，用种种的苦具去攻击罪人，诛是就是不止这些，还有很多五经所成的各种苦具，人间监狱、地狱的牢狱都有这些苦具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些？而这个实习的这个文字啊，好像这个苦句都分成两段，前面一段说过了，然后后边又有一段，也大致啊都是五经所成。那么一般注解是这样说，他说前面这一段，例如现在这个刀山铁绝之类啊，他说他正在动嗔恨心的时候，内心已经有这些苦惧的现象出现了，后边的固有功过之下，这些苦惧啊，就说将来要遭受这种果报，那么他的看法，这种的注解的说法说，前面是内心已经有了这种苦惧的现象，就是因一动啊，这个现象就已经在内心里面了、现出来了。那么功过的呢，那是死掉之后，将来再受这个地狱里面的果报，或者是人间被抓去监狱里面受这些苦报，这种说法我看也是他不得已的解释。那你不用这种解释，他怎么办呢？因为前后文讲的都是这些苦句。假如不用这种说法，说这些都是地狱里面的苦句，那就好像没有连起来，分成两段又不大对。分开来说嘛，哦，这是前面是内心的，后边是后来的实际的苦报的苦句，说起来是有理的，可是文字上不神通啊。例如刀山剑术啊，这个刀山剑术都是在地狱里面现成有的了，古代说是认为这个地狱里面都有这些，所以你说是只是内心有，那外边没有啊？不见得，因为地狱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。所以啊，我想这种解释啊有点勉强。我的看法是，众生有这个恶因，那就世间就有这些苦聚啊。不管你是内心外界外境，有这些恶因一动，那么世间就有这些苦聚。翻过来说，世间有这些苦聚啊，从人间的监狱里面的苦聚到地狱里面的所有的苦聚，就是众生有这些恶因。因为有了这些恶因呢，自然就会有这些苦聚出现。那么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一定如是。那么我的看法应当是这样子解释啊。那么后文呢，就是同样的看法，不必再重复说明了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圣母称慧名利刀剑。十方诸佛认为啊，这个嗔恨心啊，就是好像心地里面一把刀，好像一把很利的剑在内心里面在哪里动，所以呀、一动嗔恨心就要伤害到自己的菩提苗啊、这个所以一念嗔心起啊，百万障门开，嗔是心中火啊，能烧功德林，所以又像火又像刀剑，都是伤害，所以嗔恨心是不好的。菩萨见嗔如披诸露啊、菩萨看到这个嗔字是指自己内心动嗔，菩萨如果发现自己内心动了嗔恨心啊，就像要遭到诸露的一样，露是杀戮啊、会被杀，动嗔恨心要被杀，会有这种的严重情况，所以要远离他，不能靠近。所以菩萨他要学习把这个嗔恨心啊把它去掉啊、前面是第四是嗔习啊，那么严重的时候都会造成地狱的果报。五者诈习交诱，发一相调，因其不住，如是故有旋木矫叫，如水进田，草木生长。二习相缘，
故有牛、蟹、家、锁、鞭、杖、敲、棒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兼为同名残贼，菩萨见障如为豺狼。这是第五啊，诈习。诈是欺骗人，欺诈啊。这个诈在众生呢、啊、尤其人道众生往往会有这种的恶的习惯，就是欺骗人的方法啊。这个诈习由过去生内心有这个习气啊，而现在生又继续增长这种的诈的习气，互相交诱啊。过去生引发今生的诈，今生的诈又引出过去生的诈的种子升起现行，所以叫做交诱啊。发一相调，这个发出这种诈习的方式啊，他为了要欺骗人，先用种种的方式去调人啊，调是调弄或者是调拨啊，用方法引发世间人呢、啊、受他的诈骗，接受他的诈啊，因其不住，因为这种的恶习没有停止的啊，不能停止就是不住了啊。如是故由这个苦聚方面寻目矫教，寻是寻说寻子啊，用或者是用寻子加上木头去矫，下面那个教字啊，原来是手字旁，手字旁就去啊，手字旁不是木字旁的，现在一般流通本都是用木字旁，藏经原本是手字旁的，因为它是一样东西，同样的动作，就是用寻子把人的头套起来，然后用木头去绞，就是古代的死刑的绞刑呐、啊，古代死刑的绞刑就是用这种方式啊，它是一方面要用寻子，一方面要用木头，这个木头去绞。脚把这个人呢、啊，慢慢的把他绞死，所以这个脚叫，本来这个脚是下面那个叫，应当是手字旁，是用手去操作，操作这个绳子的木头，把这个罪人把他绞死，是古代的绞刑。这个诈的习气呀、啊，举个例子，就像水中进田，把水泡在田里呀、啊。纵然你不去种东西，草木自然也会生长起来，意思就是说众生有了这个诈习呀、啊，自然而然他就会造这个罪业，就会欺诈欺骗人，这个方式就是像现代的金刚党啊，金刚党也是用这个方法啊、他用一大包的草纸可以调换人家的钞票啊，这是被他骗了还不知道啊。二习相缘，过去生的诈习跟今生的诈习互相缘生啊，缘是正常了，使这个诈习缘生正常，所以将来的苦报有牛、蟹、枷、锁等等啊。牛、蟹、枷、锁就是锁在手上、脚上的这些披枷带锁了啊。那么加上去之后，再加上铁锁把它锁起来，鞭是马鞭，啊，从前古代的监狱啊，打这个犯罪的人都是用马鞭去抽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人间的牢狱也有这个苦状，啊，杖是用木头木棒去打这个犯罪的人，啊，敲就是敲打，棒就是木棒去敲打。诸事就是种子，还有种种的苦事，这个包含这个各种的苦聚里面啊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十方诸佛身目兼为同名残贼啊。兼是奸诈，为是不实啊，这是说明这个诈习呀啊。这个同样都是叫做残贼，残呢、啊、就是诈，残诈。
欺骗人啊，那么说种种的怪话啊、假话来引诱人，使人呢、啊、进入他的圈套，然后啊遭受他的欺骗啊。菩萨见诈如畏豺狼啊，菩萨看到自己内心如果动了一念这个残诈的心啊，好像碰到豺狼一样。豺狼都是山上的兽类恶兽啊，豺这种恶兽啊有点像狗啊，大致跟狗差不多，但是它比较瘦啊，嘴巴比较尖啊。狼可以知道哦，这个狼是最贪的啊，所以贪狼啊。那么这个世间的这个星宿相里面也有这个贪狼星，嗯，看到这个豺狼是很可怕的，会伤人，嗯，所以菩萨如果发现自己内心有一念这个贪心，想要诈骗别人呢、啊，就好像碰到豺狼一样。这个诈不是指别人，菩萨是看自己内心，因为正在行菩萨道。他还是个众生，啊、没有登地以上啊，这些习气啊、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断掉。万一动起这个念头，好像见到豺狼一样，赶快要把它消灭掉。这是菩萨道时时刻刻照顾内心的作用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新春祈福法会，恭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。日期1月22日，大年初一，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不要以为杀小无妨，不要以为放